你养老是挂念你。他说知道你是吃公家饭的，总是要你做事情对得起自己良心。哥，今天是我，明天可能就会是你，这是个体制问题，希望你别在这儿做违背良心的事。你以为这么容易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现在连我都救不了你，来到这里的人谁都出不去了，你知道什么？哥，不管你我将来发生什么事，我只求你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，离开他们。离开这里，离开他们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我要当警察，保护人民，保卫国家。那你呢？我要照顾娘，娘有病。这医院的技术就属他最高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没什么人替代的。再等等吧，叫他嘴把严点，这里的事情谁都不准泄露。我看他对孩子老婆倒是挺看重的，瞧瞧他这点，让他老实点。你看着办，如果有合适人选就把他给做了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我看他的心倒是不错呀。好，我先走了。都得死，谁都出不去。累死了，这活干。别说死，不吉利。查完这个，我不做了，我要求调走。这儿真是越来越不妙了。那天熊医生在那儿发呆，这不，监狱长也出事儿了。我看这事不简单，就怕再调还是干相同的活。哎，我听说光东北像这样的医院就十来家呢。钱是多了点儿，可这事儿却越来越悬。自从那个胖胖的小伙子给做了，我天天睡不好觉，总觉得有眼睛盯着我，总看自己像个活体目标。别说了，我也犯恶心，得想法子离开这儿。先把这活干了再说吧。哎，瞧瞧，这真是最佳的绝配呀。
真绝了，这么相配的还真少见，这监狱长命可真大。厅长，机关马上就到，一切都会顺利。哥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。监狱长，你好吗？你恢复的好快呀。等我出院了，要好好谢谢你。哪里？我只是做了一半，关键是肾源太疲惫了，太疲惫了。简直就像亲兄弟。亲兄弟啊，亲兄弟呀、啊！是不是那个关单间的？对呀，就是那个闹事的3478。太刺激了。嗯。一点麻药没打。架子呢？烧了。扔后院焚尸烧了，一堆肉够他们忙活的。哎，你说那个电棍啊？哎，我觉得那个电棍的电压还是不够哎。电了好几下，他愣是不昏，还只喊那个。下回你们把他的电压给加大点，要不然。还真镇不住他们，哼！他是我亲兄弟啊！监狱长临时病发，需要换肾。他们发现监狱长的弟弟武顺是他最佳的配对，将武顺活体解剖，移植给监狱长一只肾。监狱长醒来后，受到极大打击，在极端痛苦中死去。熊医师成了院长的傀儡，天天执行着移植人体器官的工作。熊七精神异常，日夜祷告，请求上帝宽恕。活体超市的院长依然经营着业务，生意兴隆。夜里仍然有不断行驶到此的车子，在黑暗中，罪恶到底何时结束？疯狂